最近周末都是天陰陰啊，不過不緊要，我們今天去的兩個地方呢都是室內的位置，首先會去餐廳啦，之後就會去一棟翻新了的商場，那就可以給狗仔落地的。我們現在出發。這間餐廳叫做紫，它的位置呢就在利時的附近。尖沙咀這邊幾多地鋪都執了粒，間餐廳的入口呢都幾難找的，那就在這一條巷入去啦，之後就一直走，見到一個叫華真印刷，那這裡呢它連個招牌都沒有賣啊，那就在這個好像住宅這棟東西呢走前兩步你就會見到威華大廈，咁就啱㗎喇，喺四樓嘅。就坦白講啦，環境都幾簡陋㗎，上網睇相就靚囉，但是呢錄出來就大家可以看得真實一點。本身呢網上就推介 Line 運到的，不過就沒曬了。走出來買房子。這個鹽燒蟹炭白菌明太子轉了意粉啦，又幾好味噃。啱啱食完个 lunch 啦，环境一般般啦，比较简陋，但系咧食物就可以嘅，味道唔错。今日喺尖沙咀四围都塞车塞到爆，我估咧应该系呢个消费券今日正式开始有啦，咁跟住就好多人四围排队去消费咯，真系嗰啲停车场全部都爆晒排晒长龙。所以今日呢就結束啦，唔去呢一個廣東道80號，下次再去啦。